气，竖画向下垂直。这个横画可以稍微长一点，下面的横要相对要短，竖画垂直可以越粗一点。这个长短要变化，间距基本相等，高低要有错位，整体的话里面写的要写的紧粗一点。点它这个组织上面是写了两个点，眼睛睛在写动画它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横折折撇写的非常小，停表写的很大，捺笔注意顿完之后向上，然后再向下方，然后出去，这要粗重要长，注意先上然后再向下，到这边顿完之后把笔慢慢提起来变尖，要包住这个里面这部分。拢，手点尽量往中间靠，两点的话上宽下窄，注意行笔的方向，横向左弹出去越长，由重到轻，收笔越回锋，收笔要重一点，月子的宽度与上面短横基本一致。注意不要太宽，突出这个横画向左伸出去，这个是左肩横，下面的话是变成条，尽量向上靠，间距小，下面空间大，上紧下松，高低错位，长短有别。这个竖画短小垂直，有重到轻，横折横细竖粗向左下方斜的，竖弯钩这竖画不要太粗，拐过来一小压下去勾上去，这个不要伸出去太长，下面约于平一点，拐弯的地方要细要自然。三个横起笔要轻，这个笔画与它的话是相比的话稍微宽一点，